谢老师这边还在慢慢来哈，加油加油加油 ！OK， 好，第二关稍微困难一点哈，接下来第三关，来，妈妈妈妈，请你坐在地板上坐下来。好，起立呢，坐在地上之后呢，麻烦你把脚伸直，给你的小宝贝臭脚丫，你臭脚丫，手不要牵了，手不要牵了。准备了哈，我们宝宝们都已经做好之后，老师让我们宝宝们练习一下，来球球放下去，先从宝宝们的脚上滚过去，从小朋友那边滚回来，准备了吗？预备。